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坐，请看《神爱世人》第56页，我们把这文念一遍。一切诸佛悉知三世，一切诸佛于其所化一切众生，体心平等，决定无二。这一段文出自于《华严经》，这是大乘佛教分量很大的一部大经，里面给我们要说明整个宇宙人生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佛都知道。一切诸佛一个也不漏，诸佛都有这个能力，都知道啊。三世是讲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叫三世。三世之间所有的一切现象，诸佛都知道。在白话浅释里面说得很明白，前面两句告诉我们，大觉者就是佛陀们啊，他们都知道所有过去、现在及未来，从凡夫众生境界修行到彻底觉悟的圣智们，也就是成佛了，以及这些佛陀们所教育与化导的那些众生们，他们双方的本体与自性都是相等的。自性，佛经里的很多名词也叫化身啊，化身菩萨就是证得自性的意思啊。自性是什么？今天哲学里面称之为本体，它能生万法，万法是一体啊，自性，你看本体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它是唯一、永恒不变的，
成为本体，事出世界一切法都是从它现出来的。我们在摄影棚，我们用比喻来说明，大家更容易体会本体是什么。我们用这个屏幕就是本体，这个屏幕能现一切法，这个一切法就是前面所讲的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大，没有边际，小，也没有事实，大小是我们妄想里面产生的概念，实际上有没有自信没有大小，它在哪里？它现象我们就发现它存在，它不现象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。所谓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能现一切万法。所现的，我们知道，能现的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啊，虽然现我们还是不知道，为什么？我们迷在形象上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可是成佛他知道了，为什么？他把不知道的因缘断掉了。什么叫不知道？起心动念不知道，我们眼见色，见到之后就着了，着了相了，着相什么意？自信我们看不见，本体看不见，现的相我们看见，就像屏幕，画面出来了，画面我们看得见，屏幕不知道了，根本就不晓得还有个屏幕，能现所现，这个不知道了，是什么原因？迷了，起心动念就迷了，分别执着是迷了，严重的迷惑颠倒。于是我们在读大乘经典、小乘经典，祖师大德都教我们看破放下，我们有没有做呢？没有做到，我们还是
继续不断的在搞妄想分别之中，对于经上讲的一切众生体相平等完全不知道，体性真是平等的，能现一切法，虽现一切法，并不是真有一切法的存在，一切法只是幻象而已。华严经上很重要的一句经文，学佛的人必须要记住，时时刻刻不要忘记，拿出来对照对照，有很大的好处。啊，这一句话就是一切法的真相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佛告诉我一弹指，这一弹指我们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六尘现象不可得啊，为什么？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，它的生灭速度多么快，佛告诉我一秒钟，一弹指一秒钟，32亿8000年，所有的 万法一切法是念头生的，念头能生，但是生了它就灭了，灭了第二个再生，速度太快了，我们看到以为有，正如同我们现在在电视屏幕前面，我们面对屏幕里面的画面，这个画面是分分秒秒在那闪动，速度太快了，分秒的痕迹我们都没看到，看到画面好像是真的。这个世界告诉你假的，容易认识。不难理解，佛给我们讲的大乘经典，讲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众生的形象，我们从这个地方，从佛的讲经说法，慢慢的习惯体会外面的境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假象，它存在的时间是32亿，我们难以想象。32亿还不止啊，还有个单位啊，单位是百千的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这是我们眼所见，耳所闻，
身能接触到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你真搞清楚了，怎么样才能清楚？放下。这叫修行。眼在色尘上修，眼见色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功夫。你的功夫很深，你用得很勤快，念念在作观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就是抓住这一招，时间久了，功夫成就了，这叫定功，这叫禅定。功夫深了，慢慢心定下来了，不能不生，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那是法身菩萨，大菩萨，不是小菩萨。小菩萨没这功夫，菩萨51个阶级，越往上面去，越接近事实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体性平等，决定无二。佛在哪里？佛的体性跟我的体性，跟你的体性，跟大家的体性平等无二。成佛容不容易？容易啊，放下就是。为什么你放不下？你用习惯了，妄想分别执着变成习惯了，一碰到妄想分别执着，它就起作用。禅定不起作用，禅定是放下，放下原来就是，不放下你是六道凡夫，放下你是化身菩萨，全都放下了，丝毫都不沾染了，你就成佛了。成佛有什么好处？释迦牟尼佛讲的《华严经》，我们不需要学习，全懂了，全都明白了，正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智慧现前。只要放下，智慧现前，无私智，没有老师教的，自信本有的智慧现前。啊，一切圣贤教化众生所用的智慧，自然智，平等智，跟诸佛如来平等，全都现前。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常常读经，
知道有这么回事情。实际上的功夫不够，妄想习气太浓了，太深了，知道这是假的，应当放下，偏偏放不下。啊，通通都放下了，这个放下还没放下。什么时候能真放下？要练功夫啊，随修定，不是短时间的。三年五载得的定，小定，时间很短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啊，我们就做不到，像慧能大师，人家退一盘就入定。入定是什么？于一切法，设法三世，逐渐逐渐的明白了。怎么明白了？照见，你都看到了，你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你看到事实真相，真相跟佛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入佛境界，佛的智慧你完全恢复了。原来佛的智慧不是外来的，自性本有的，体性平等，决定我凡夫跟佛，凡夫就成佛了。要多长时间？慧能大师在五祖面前一句话就开悟了。为什么我们听六祖讲经说法不能开悟？为什么？记住，你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，起心动念障住了你，你见不到。能大师有本事放下，他没有障碍，所以一句话他能彻悟。我们的妄想杂念太多，见色如是，闻声也如是，眼耳鼻舌身叫五根呢。五根所接触的五尘，产生对象，色声香味触法。这一碰撞上了，起什么？
不起禅定啊。能大师现在是定，定是什么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如如不动。所以他一句话能明心见性，不论哪一句话，没有固定，法无定法，又何况法都不是真的，所有现象也不是真的，六根六尘六识都不是真的，包括意识，意识是念头，这里的经文，一切祝福，悉知三世一切祝福，佛佛道统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不要？要，要就要真用功，用功就是不着相。就是练这个，眼不能不看，耳不能不听，在见闻境界里面学习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放下。因为起心动念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教化众生、戒严众生，不能不用这个手段。啊，讲经是一个手段，最普遍的。除讲经之外，能把经上所说的原理原则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跟立体看到你这个动作，他开悟，他看到什么？看到你不计较，看到你不分别啊，他也一放下。他一放下跟你一样，就是一切诸佛。佛在哪里？佛在你心上，真话。心有真有妄，真心，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叫真心。起心动念叫妄心，从早到晚，六根接触，六尘境界，自己不论是行住坐卧，这个无所谓，通通都不起心不动念。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啊，这些经文要不要学？不需要。你一展开，一句明白了，全都明白了，句句明白。所以，佛法的功夫，佛法的修行，佛法的智慧全是从看破放下而来的。我们真正懂得看破放下这两个字，真正肯依教奉行，功夫得力了，格
跟诸菩萨没有两样。怎么向上提升？还要放下，还要看破，就用这四个字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决定没有更换的，保证你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